单挑吧，你们要是单挑没有打过我，能不能把那个50弹给我？那我要是打过你的情况下咋整啊？那我再给你下20弹。你看3v3的图，三v3的图行不行？行，可以。打硬打什么硬硬还有要求吗？还是各玩各的呀？不用说这么多了，用实力证明就可以了。OK， 咱们就是5个人都定胜负 ，OK 吧？好的。退可以，都退都可以，大家伙看态度，对不对？全退没问题，看态度，他的态度决定一切。他走位，他走位。我靠，牛逼！我得捏他，我得使劲捏他，啊！先收拾副了啊！我都急了啊！我都急了，敲不一阵啊！我得上两课，服不？马上了，马上了，马上了，马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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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马上就说，我马上就说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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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管是不是插的啥呀？三管插足呢？哎。不应该呀，这点桌上去的新人应该早都睡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很生气？你是真的狗，你玩个离心，你是真的狗。我不，你不说随便打吗？怎么又说我玩的狗了呀？啊？你怎么又说我玩的狗了呢？你真的是太残暴了！我不想耽误，是我明天上班，别跟我讲话了。在哪上班呢？你有没有搞错？连小朋友都打？80单了。在商场上班。在哪上班？商场。在哪上班啊？80单，38,240，一个月开多少钱呢？能开2400块钱吗？4000。爷爷开4000，让我挣2400了。那你还剩1600呢？太没有人性了吧！想退点单子不？月底了。月底了怎么了？该换花呗了吧？你可以把那个单退给我吗，哥？想退单可以，必须得开个视频，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，什么样的一个小姑娘这么会打游戏，在王者峡谷这么牛逼。开视频吗？啊，开视频我得看看你呀，我得看看你那嚣张的小面孔啊。嗯，那你可以给我退吗？但是肯定能退，就看能退多少了。那好吧，只是我只能在楼道可以吗？你在哪儿都一样啊，我不会打扰你在哪儿开，我都想看看你的人。好。我退问他还富不矿不，咱们不能谈那啥了，不能谈那啥了，差不多都行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这行啊，在楼道呢。对，我们这比较黑。你给我去个亮点的地方了。要不我回宿舍吧，现在就是小点声的。行，你回哪儿都行啊。这可以啊，那个我到宿舍了。哎呀，以后还狂不？不狂了。哎呀，哪老妹儿哪儿的？我在就是北沟上班。在北沟啊？嗯，